当有越来越多人骑单车，这是盲目的流行，还是人们开始对环境觉醒？想知道这些人如何骑单车在城市中飞行吗？他们都说很不方便，骑太慢来不及便便，他们什么都不懂，不用石油就走得动。À vélo, on s'amuse bien. Tout va vite et on se sent bien. Mais on pourra aussi自由留下美丽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带你去看看单车族在这两座城市中的相遇。